回来了吗？还回来。哎，来，买的。哎呦我的妈！炸串。炸串。面煮上了吗？煮上了。买俩烤饼，这个拿出来，要不然一会儿搁这里头捂那啥了。看啊。这啤酒了吗？没有。今天这菜儿不错呀。我马上就去煮去，煮完咱俩就开吃。呵，这可不少啊妈。你看，谁知道你又烤那些？一人一勺。我妈这准备工作都做好了，酸菜都切出来了，酸菜肉，我整这个，这刀是真不快了，新买的一个，这玩意好煮，一会儿就煮熟，是吧？嗯。你煮吧，我不会煮，我都煮面煮完了，这个料不会配。妈，到这儿得了，还包什么锅？包点火锅底料香是吧？嗯。那回煮麻辣烫最高。哇。头回吃的酸菜，咱家头回炒是吗？嗯，没吃过。不炒过。生抽、胡椒粉、蒜、点点香。行了，这些就够了。两碗汤够了吧？这些吗？嗯，看，嗯，不用色儿太深，色儿太深不好，它喝酱油的事儿。你吃剩下？嗯，这都吃不了。那我再来一块走吧。哇，我就吃这些。来一点盐，两勺。来一点。鸡精，火，倒醋哎，哎，这汤还剩了。好了，小米辣，给我妈多来两颗。有点辣。小香葱，火。嗨哈喽，我是胖妞。今天下班回来晚了，完了之后买了点这个炸串，在我们小区门口煮了两碗米粉。今天这回来太晚了，回来都黢黑黢黑的了。一碗米粉，我是一大碗，我妈一小碗。整两个炸串，这是我妈整的这个烫的油菜。那油菜吗？油菜就搁这里吃。搁这里。开饭，整的老热了，今天好不好吃？挺好。少来口酸菜，哎，就是这点，就这得了。我妈本来是切肉末了，后来忘炒了，就没搞。没有肉末也行。嗯，挺香啊。这家你没看，没高多少辣椒，这家可挺辣。这不高小米辣了吗？嗯，你不要吃那个大串吗？这是大串，啊，鸡肉串。我吃肠。土豆好吃吗？还行。
你吃过臭豆腐吗？嗯，那有什么臭豆腐呀？这是炸臭豆腐。你那个臭豆腐不是成盒的吗？炸臭豆腐，这臭豆腐也臭啊。臭豆腐，臭豆腐不咋臭。嗯。我这米粉吗？真不次于外边卖的。嚯！哎，老长时间没吃这米粉了。你那辣吗？你这小米辣比我这多。嗯，行，我这行。这比那炒面好吃多了。我妈愿意吃带汤的。嗯。我说炒米粉，我妈不干。你怎么炒面？嗯。脆的。哎呀，这点米粉买的是真接近呢。这吃多长时间？嗯，你臭豆腐搁水泡泡凉了。你们烤牛肉啊？啊，炸的很高。嗯，那花生豆没放。啊，对，还有花生豆呢哈。我这做饭是个二五子。半罐才香呢，高点啊！你就高点呗，都要吃没了。来，花生豆。吃完了香的花生豆。不是辣那样，就辣那样。把肉都忘了，你这。那就着急了。那，回来太晚了。哎，挺好，不耽误事儿哈。哎呀，嗯，这个，嗯，你尝一个，你怎么也不尝？尝是新鲜事物，我也吃个大鸡肉串。嗯，这面挺好吃。我妈这个能咬动，就留给你吃。我不要。我吃一个就够了，我吃个烤饼。整。哎呀，够吃就拉倒了，别吃那些了，大晚上的。这回得少吃。娘。都能少吃吗？节目吗？哎，真辣！嚯！我往小米辣上吃就不辣。嗯。哎呀，吃上吧。小米辣，你一嚼就辣。哇！哎，我想给你买羊肉串儿了，羊肉串儿时间太长。
等不起。没有了吧？嗯。我妈愿，我妈愿吃羊肉串儿，是吧？嗯。嗯，你买到这些了？是我妈愿意吃羊肉串儿。嗯。这串不愿意吃。我妈都没吃过炸臭豆腐。嗯。哎呀，不吃了。可以下午别吃那些。咋吃挺好，这个酸菜粉好。我这一碗面值不值十块钱？不值。反正就是没有没有肉哈、啊。你肉都切好了，你都没搞。嗯。做一回饭就忘两样。嗯。我们说不愿意让你做饭。丢三落四。让你做饭回来的太晚，完、嗯、了这着急火燎、嗯。不总做不行，手剩。回来太晚就着急。我没事儿，我就慢慢悠悠的，没事我就磨蹭做去呗。哼，这这加大，这也四块钱的。这都没长心买这玩意儿，谁能吃了？四块钱还不值？值不值？像大厦子似的，谁能吃的？吃、嗯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可吃不了那玩意儿，我就吃这球儿还行。又带着半球儿。这。嗯啊。我们吃那块饼得了，那半吃。嗯呐，这都是肠。你说肠还吃呢？嗯，不吃了。别吃那些。这都不吃了。嗯。明天我带块烤饼。嗯，你带上。顺便这大扇子带上。你看这个像啥呢？像那个。铁扇公主真香是吧，铁扇公主的芭蕉扇。今天就一瓶酒，一瓶酒整的挺好，少吃少喝。哎呀妈呀，那是减肥餐不高油啥不高啊？高水高盐。喝啊，嗯，干杯，干杯，干杯，嗯，整一下干杯，干杯。今天这吃的挺好，我妈吃的挺满意。嗯，就是这该咋是咋，不是假的。不是啊，这个是真挺好。我妈就老实实一点。我愿吃带汤的。干杯，干杯。哎呀，这这一大杯。过瘾的，偶尔这吃一顿也挺好，还有一碗没吃，留着明天吃吧，不能吃那些了。我妈，我妈讲话提倡节约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与观看。如果有喜欢胖妞和胖妞老妈的，请帮忙评论、转发、点赞、关注。明天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哎呀，完了。